哎，对的，方宇，你们要派出的辩手是？我今天要派出的是董仔、倪轩还有齐宇。好，请上残酷舞台。你现在看到我头上，觉得我在干嘛？我是谁？对，我是一个女人。对，我们就是有这个，应该算是一个风向，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从我们的多的准备，可以让大家，应该可以更说服大家，还有说服评审们。对啊，这怕是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们只是想要展现我们的 girl power， 所以我先退。girl power， girl power。我不觉得黑队这么有型，我也不觉得黄浩平有那么多创造的能力。